超猛嘅朋友今年咧系得太阳星一粒吉星照耀，咁太阳咧就代表咗男性贵人。如果从事男性为顾客对象嘅行业，今年咧系特别有利于超猛嘅朋友啦。而且太阳星系光芒万丈，有利去远方嘅地方嘅、哦。咁对于对外嘅发展啦，例如出国留学进修或者去海外拓展业务都系有帮助嘅。不过计划嘅时候咧就要周详啦，因为今年嘅空星咧有天空、晦气、咸池。咁天空星咧系代表咗不切实际嘅想法、计划落空嘅意思。咁晦气星咧就代表咗容易开罪朋友，或者系被人咧系接触先登，咁心情咧就会有少少抑郁啦。咁喺咸池星咧就代表咗不良嘅桃花星，有雾水姻缘，咁已婚嘅朋友咧就要特别小心啦。俏马星运嘅锦囊，咁我哋可以喺正南位，即系2013年喜庆位，摆放一对粉晶鸳鸯，并藏一张和合催旺自身姻缘符，都是有助催旺结婚运的。咁今年咧，我哋可以去东北方，即系2013年嘅财位去下旅行，可以沾到好嘅气场同埋催旺运势嘅。咁如果话有花园，今年咧就可以种下太阳花啦，或者系种一啲水种嘅太阳花，都系有帮助加强贵人运嘅。咁以上嘅方法咧，都系对俏马嘅朋友嘅运程都系有帮助嘅。